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曲月球》这款游戏的下集。由于游戏采用了倒叙的方式，上期视频我们来到了青少年时期的约翰和丽娃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但这还远远没回到他们初识的那一天。时间回到约翰邀请丽娃看电影的时候，现在的约翰还是一个中学生，想要邀请丽娃去看一场电影，内心却忐忑不安，害怕被拒绝。但是好友尼古拉斯一直在鼓励着约翰要消除恐惧，勇敢地面对他。约翰还是感觉到有点虚，最终被尼古拉斯强推到了丽娃的面前。丽娃正坐在楼梯上看着一本书，面对打招呼的约翰，他显得很平静。此刻的约翰似乎并不知道丽娃旁边的鸭嘴兽是什么情况。当约翰想要说出约丽娃看电影时，丽娃却说出了灯塔这个词。这个国家正好有16个二阶的菲涅尔透镜灯塔存在，有9个位于沿海地区。看来还是在中学时代，丽娃已经对灯塔种下了憧憬。她现在正在读的书也是关于灯塔的。约翰提出邀请丽娃看电影，但是丽娃拒绝了，因为约翰没有说出具体的时间。当约翰说出周六晚上8点之后，丽娃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答应了下来。这就是约翰第一次邀请丽娃的腼腆场景，还被尼古拉斯取笑了。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尼古拉斯忍不住说丽娃是一个不合群的人，总是坐在楼梯那里看着书，带着奇怪的鸭嘴兽玩偶，就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一样。但约翰感受到了丽娃是一个特别的人，并且很愿意去接触她，喜欢她。但约翰喜欢丽娃的原因只是因为她所拥有的特别之处，并不是因为她本身。看来中学时代的约翰想法并不成熟。这里的记忆碎片是个书包，随着书包的记忆，两位博士来到了童年约翰的家里。但母亲给约翰的称呼并不是约翰或者约翰尼，而是叫他乔伊。这难道是约翰的小名或者外号吗？但在约翰的卧室，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床是一张上下的双人床。卧室里面有一个记忆碎片是足球，但是通过这个足球，两人却没能正确的穿越约翰的记忆。童年的记忆被撕成了碎片，难道是机器出了问题吗？于是瓦茨和罗莎两人决定先不用童年的记忆，直接把曲月球的理想植入给早期的约翰，比如就是中学时代。瓦茨博士甚至伪装成 NASA 航天局的工作人员，想招募约翰去月球。但无论两人怎么努力，怎么给约翰的记忆里添加月球的信息，约翰其实对月球一点兴趣都没有。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那为什么老年的约翰就会有一个非要去月球的理想呢？两人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机器没办法回到童年，瓦茨博士打电话给总部询问这个问题状况，却得知原来约翰隐藏了病例。显然在约翰年轻的时候服用过大量的增强型贝塔阻滞剂，这个东西的副作用就是会影响记忆。现在瓦茨博士拿到了修正后的记忆频率，可以进入约翰的童年记忆了。但是进入之前需要一个和童年记忆有强大关联的触发器。瓦茨博士想到了利用嗅觉触发，而这个触发器则是死去动物的尸体。正好来的时候两人开车撞死了一只小松鼠，小松鼠真是可怜啊。拿到小松鼠尸体的气味给约翰闻，终于两人来到了约翰的童年。记忆的区域是可以重叠的，但是这里似乎出现了很多个小约翰。真正的问题所在是约翰的母亲在开车倒车离开杂货店的时候，不小心将踢足球的儿子给撞死了。为什么约翰会有自己被撞死的记忆？这不可能，因为这个孩子并不是约翰，是约翰的双胞胎哥哥乔伊。所以约翰的母亲给约翰吃了贝塔阻滞剂，让约翰可以抹除这段记忆。但抹除的记忆并不只是车祸，还有和双胞胎哥哥一起玩的回忆。这段回忆是两人在公园的嘉年华里玩耍，但重点不在于兄弟二人，而是约翰一个人来到了公园后面的小山坡上，并且在一根木头遇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女孩丽娃。丽娃不只是喜欢坐在学校楼梯上，在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跑到公园后的这个木头上看星星。夜空下两人聊得很开心，两人把月亮看作一个兔子的形状，来了一个右手指月。丽娃一直认为天上的星星是成千上万的灯塔，闪耀着屹立于世界尽头。他们想交流却无法听清对方的呼唤，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绽放光芒。光芒照耀着其他灯塔，也照耀着丽娃。丽娃认为总有一天她也会成为这些灯塔的朋友。我觉得这俩孩子都有点早熟，但丽娃的理想是从此刻就已经在心里种下了。而且丽娃一直携带的那个鸭嘴兽玩偶是约翰在公园里打地鼠得到的奖品，约翰把它送给了丽娃。离别的时候两人约定明年的今天再到这里来。为什么要约这么久呢？下周不行吗？丽娃问约翰，如果他忘记了或者走丢了怎么办？约翰回答，我们总会在月亮上相遇的，傻瓜。所以究竟有没有人迷路，这个答案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清楚了。约翰在吃了药之后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还记得和丽娃的这个约定。于是约翰的潜意识里也保留着非要去月球的固执想法。
至此，两位博士已经明白了约翰并不是真的想去月球，而是想遵守和利娃的约定。但是对于瓦茨和罗莎来说，他们也要遵守和客户的合约，而且完成约翰的这个愿望就可以让他安乐死了。但瓦茨博士反对这个想法，因为他清楚约翰并不是真的要去月球。罗莎博士似乎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顾不上瓦茨博士的反对，给约翰的记忆植入了去月球的理想。实际上，他把约翰后来记忆中的利娃给弄到了别的地方去。在瓦茨博士的视角里，后来约翰再也没见到利娃，所以只剩下去月球。约翰的记忆成功被修改，两人随着约翰来到了航天局。不过整个航天局都是约翰自己想象出来的。关于利娃的记忆被修改了，这次他变成了航天局里的新员工。约翰和利娃两人仍然是认识了，航天局里居然也有钢琴可以弹。这次当利娃问及约翰写的曲名，名字变成了去月球。最终到了火箭发射的那一天，所有人都来了，包括约翰的兄弟乔伊，包括伊莎贝尔和尼古拉斯，甚至连现实世界的医生和佣人莉莉都进入了记忆之中。火箭发射成功，而上面坐着的就是手牵着手的约翰和利娃。那个在月球相见的约定在这段记忆里被实现了，游戏到此结束。这款游戏收获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主要描述了约翰和利娃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利娃是一个患有社交障碍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利娃各种神奇的想法，但我觉得利娃是心里在乎别人而又很难表达出来的人。至于为什么把灯塔看得这么重要，其实我玩完游戏也不是很能理解。游戏的场景安排和背景乐搭配的还算不错，但是游戏性比较差，玩法比较单调，走路的手感其实都不好，并且肯定会有不少玩家无法 get 到游戏的点，因为其中出现了一些比较莫名的恐怖场景。而且在后面改变约翰理想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些事情没有讲得很清楚。去月球的执着来源于潜意识里和利娃的约定，如果消除了利娃的记忆，那为什么还有去月球的想法？为什么青年时期的约翰完全没有想要去月球？按理说有了潜意识的约定，约翰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已经会想要去月球了，最后老年了反而很想去月球。仔细想想，漏洞还是有一些的，也许是苏某人已经过了被感动的年纪了吧。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平凡生活中最不平凡的东西，为什么要放弃生命，放弃感情，让约翰去陪灯塔呢？当然利娃患有重病之后，可能只是不想拖累约翰，只是无法表达出来。这样想想，或许游戏的层次会更深。不过我想告诉屏幕前的你，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即使你是世界上最理想主义的人，也要根据现实来做事啊。毕竟饭吃饱了，人健康了，才有力气去实现理想。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